作为新时代的修道人，我认为我们应该以世界和平、天下兴亡为己者。修真不问世事是不对的，我们要关注人间的生活百态。听闻在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候，台湾省、丹麦、美国分别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所以贫道下山，决定为他们表达自己的心意。在中国道家有种神秘的转账方式，今天贫道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现在我需要一个桌子，记住了，我需要一个盆啊，这些齐了，那现在不行，我还需要一个桌子，怎么有个手机啊？我现在需要一盏灯，神说要有光。齐活，咱们现在就要给他们转账。南无阿弥陀佛。这是天地中央银行发行的三界通用货币，具有100亿的面值，我希望能够帮到台湾省的渣渣们。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传承久远的转账方式。100亿啊，又100亿啊，贫道好大方啊。贫道不仅有才华，还有慈悲心，颜值还高，简直是全世界中难以找到的奇才啊。我越来越佩服我自己了。哟，忘了给丹麦转点账了，现在轮到丹麦了。对于西方世界的这个钱应该不太好用，那么克里克里变。对，对于丹麦我们要用美元，毕竟美元是通行货币嘛，这个也是100亿，刚才没有看仔细是吧，我再给你看一遍。100亿哦，不是100美元，贫道一向慷慨大方，为了世界友人，贫道拿起这些钱来就给他们哗啦哗啦的送过去。哎，贫道原来才给中国捐了15万，现在一捐就是100亿，一捐就是100亿，不知道贫道徒弟以后咋生活，我好伤心啊，徒弟们会不会骂我，我估计肯定听面前的人有人说我戏精，对不对啊？你不要笑，说的就是你。哎呀，好多钱啊，这可咋办呢？哎，我徒弟怎么生活？哎呀，哎对，这钱给他们就给他们了，不舍不得。然后呢，等一下我们还给美国捐款。哎呀，给美国捐款，听说前段时间美国还给中国捐了1亿美元啊。可以买多少猪肉包子啊？这个根本不够，我需要一张面值更大的100亿美元。看看我多么慷慨，多么大方。对于美国人民，无论你们怎么抨击，无论你们怎么污蔑，无论你们的总统怎么说，我始终关注美国的疫情。来，咱们现在开始转账。哇，100亿啊！哎呀，这些是为了，因为美国给中国捐了1亿美金，我决定给美国捐，不，100万亿。刚才我说错了，字幕一定要强调一下，这100万亿。哎呀，我多么大方，多么慷慨啊，多么帅啊，颜值多么高啊，多么慈悲啊。哎呀，我越来越自恋了，对自己，哎呀，
我讲的太慷慨，太慷慨了，好好好好，哎呦，不错不错。哎，谁的电话 ？Hello， Hello， 开开门的您，哦，有啊，背个月了还，哦哦，有给他买买呢，哇。Very good, very good. Dog beats America, dog beats America. Ah, you get my money. It's good, good, good. Ah, ah, 美国 number one. Ah, America number one. Ah, good luck, good luck. Number one, number one. Wow, I'm very, very, very happy. Big yellow hair, call me. Hey.Get my money 啊！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具有世界情怀了。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能够兼及世界的这些慈悲与痛苦了。我们是中国道家传统的转达方式。Welcome, love me. I'm beautiful, 亮。